大生是我咧捡，啊伊即马伊来看见啊，就甲我讲我安尼，啊人会安尼，会甲搭钱就是钱啦，啊有会我食饭咧，讲叫我伫卖，我捡伫卖啦，吼啊甲讲人会安尼，好我咧叫我卖捡安尼啦，啊我讲唔是啦，我伫捡要捡我拜拜，安尼伊就知影。以前也是中文雷球啊。第三集啊呢？我去安尼打手术出来哦，我早早去，伊个面啊，我看到足唔甘的呢，真足疼呢。伊个疼吼，就是安尼足疼，像胃安尼疼，那个一照吼，就马上知道说这个就是不好的东西，要马上开刀。我们这里是90年成立的嘛，那时候我还身体还很虚弱嘛，我妈妈就讲安尼，就是家有五分地嘛吼，啊就是讲看要偌大地私占用啊，就做到现在啊。祖国已经特给众生同理特祖一切母爱和人心中啊，来回来回向哦！元宵唔知念佛经功德回向，向观世音地主解困直结。啊，这我家己这唔免念啊啦，安尼就好啊啦吼！啊，我怎啊要来拜拜安尼啦？安尼就好啊吼！我阿妈，你安尼是拜几拜？370。哇，377！我伫头仔咧学的时候，拜700几拜呢。啊，即摆好好，伤喘啊！哎，嘛算一种运动咧吼。无啦，我若无去做伙所，我才会去运动啦。啊，去做伙所就无去啊啦，就用行的去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好啦，谢谢你啦，感恩啦。在啊，起来，你头路3点。8点外，暗暝4点开始练，我今嘛都恁来拄我倒啊练了。我是台北吼，搁较早，早起4点外就天光暗吼，啊起来吼练练的，啊我就准备要人搁出去行行的练步，啊就出去，我拢出去拢嘛走几点钟的，啊是拢行到啊就捡物件，物件就搁捡啊。啊来，我妈妈吼。我妈妈伫台北回来，啊，就因为迄阵伊已经去台北顾阮的孙啊，嘿，甲阮弟弟顾因啊。迄阵我妈妈去娶四个孙啊，啊，若回来放寒假暑假，吼，他就回来。这就是阮较早阮的厝啊，啊，拢甲拆落啊，啊，今嘛甲围起来啦。这就是较早阮的迄。老厝了对啊，老厝到这拢是啊，爱种个爱栽培囡仔，栽培四个囡仔，
种番薯、甘蔗、啊豆啊，拢这三项，啊有时啊嘛捌种甘蔗，搁加土豆。嗯，吼、哦，这嘛拢嘛田，迄厝起迄拢嘛田，拢靠做实情。迄阵拢饲猪，一批猪卖卖，要通给囡仔注册啊，拢嘛安尼计算啊。迄阵吼，我们那个贵高啊吼，阮就是一个小村庄吼，迄个单吼，你有看吼？嗯嗯。迄个单，哎，我第一个上高中的呢。哎，不是讲我迄个代志啦，但是就是我吼，我妈妈母就是知影讲，就爱栽培囡仔。吼，我有讲过，我妈妈是童养媳嘛吼。我爸爸吼不大会帮我妈妈做事啊，哎呀啊，所以我妈妈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，妈妈就很辛苦啊。我昨天读啊高中毕业尔啦，啊，然后佫继续佫读就嘛，啊，迄三个拢读到大学毕业。啊，细汉呢，搁去美国读硕士啊。下早你看到阿伯人来啊？今仔嘛是搁第一名啦。今日嘛第一名了，对。陈欧婵本地伫台北学校生带囡仔，单孙啊拢大汉去读册了后，伊加出真侪时间。查某囝陈美就鼓励伊去租借做环保。我这是伫台北分会遐啦吼，啊袂遐人赶，用我走去，就许较交我啦。迄交我，我行路行五十分呢，离阮家行到行五十分呢。啊，我想我也未闲，我做了多欢喜，逐个嘛拢出早落去，啊袂啊。啊，未请我用的时候，我囝甲我载，有时啊，伊若有闲会甲我载。迄阵啊，八十外岁啊，伊讲无你那遐济岁啊，行袂到啊，会到是会到，伤忝啦。是要我九十岁迄阵拢坐计程车，差不多八十七岁到八十九，迄阵拢坐计程车。我囝无啊用行，伊讲安尼安伤辛苦老啊，尾啊就是人赶啊用啊走去别，伊搁刷足一位的，啊，阵啊较无啊啦。一礼拜做一届，无像这有人逐工，这逐工嘛有人做，即马就用我做了煞，用我爱做啊。我主要是做爱我做这，啊，咱共大商铺会较歹势啊。较有钱咧饲，饲大人的人嘛是拢后生咧饲，歹势啦。查某囝陈美希望妈妈加淡薄仔时间住伫台南，因为伊非常感念伫治疗癌症的迄段时间，妈妈予伊的温暖。我那天去睡觉吼，那个晚上吼，就这个胸部就会痛，哦，痛得真的痛痛啊吼，然后隔天又痛，我想讲啊，嘿，让我做环保做啊较忝尔吼。可是隔天又痛，伊个疼吼，就是安尼足疼，像胃安尼疼，我就马上回到花莲啊。那个一照吼，就马上知道说是啊，决定说这个就是不好的东西，要马上开刀。第三期啊呢？哎，我去安尼打手术出来哦，我到家去，伊个面啊，我看到足唔甘的呢，真足疼呢。我妈妈当然啊，拢，阮家的代志拢伊在甲我做啊。哦，迄阵阮先生也在上班，阿囡仔拢在读册啊，嘿啊，都是我妈妈在照顾我啊。而且住你家住几冬下呢？啊嘿，甲替做伊个内底工课啊，啊拄好囡仔才洗床啊，啊无以前身体足歹，才会当做，啊佫也无是大人通照顾，啊佫拢三个拢查甫个，迄身体足歹足危险个呢。啊，规个头毛洗澡该洗洗哦，规个头毛拢过一日拢烫起。啊！甲我讲，阿母啊，来，甲我摇起，哎呦，甲摇起，规个咧头毛拢规个拢落去，规个拢向摇起。我讲，我唔敢用，阿母啊，唔知安怎啊，让我扭起，让我拢无头毛，规个拢变白。哎，迄阵严重个呢，去花莲手术哦，你敢知师傅安去啊看两届呢？啊，师傅甲我讲安怎讲，啊，恁祖囝。安尼你会烦恼无？我甲讲，我袂烦恼，师傅你教我袂烦恼。
那时候我妈妈实在很有智慧，她说那个上人讲，伊这不要紧啊，人问看伊会烦恼袂，伊讲不要紧啊，这个就是她的智慧啊，也是妈妈对女儿的一种祝福啊。安尼有看呀？嗯，我伫啊。你讲恁祖囝？嘿，爷辈人记住伫啊，就伫啊。阿克我嘛不要紧啦，阿克有也好，阿克无也好，啊，心肝都爱活，较快乐个，啊，拢无烦恼哪个，我真好，拢无烦恼嘞。我人我袂怨，安怎都若歹就怨叹，啊，好就欢喜，我袂安尼，拢好。我十八岁嫁啦，讲十九岁，阮老的讲就要去做兵，做海兵啦，海军啦。啊，我当下就拜天公，啊，就食早斋啊，食较进啦。啊，过来当下无生囡仔，尔就食肥迄个啊。那时候啊，含不做胃炎，啊，食会调呢，无胃也食袂调的啦。啊，人就甲恁做来，做来就做伙啊。外人甲恁做来做伙啊，无咱嘛无熟识。少年的，伊就拢伫控制着苏老母啦，啊，大太如从啦，许个啊，我就嘛拢含出去安做，啊，拢会出去含遐，哦，遐师傅遐许个安尼起起花花，即嘛当甲北个地点啊门口呀，当去含人去啉酒，啊人唔知叫我咋请大姐。啊，遐遐人拢安尼甲看，甲看安尼。啊，伊甲从一道来放大只，我想讲特别暗啊。啊，遐阮遐囝读册，要休困啊，等下煮个食。遐有北堂啊，坐到坐透波啊，安尼，拢也无入来甲迄个讲。啊，伊着要啉酒，着互伊啉，无要甲安怎？啊，我想讲伊若要啉吼，再我等下才过来。讲个讲个讲，好，因遐人遐食，含伊食，啉啊，听你讲，听你有够好笑。伊就较爱啉酒，啊，就啊外向就对。卖中风迄阵吼，迄阵嘛还阁身体还真好，还会做。中风袂倒我大。迄早啊，迄早甲提风起起个，了就甲有三句，买有个啊，滴个提风就甲牵我手个，啊我想讲想讲了想，咦啊老阿同买安尼个，一早他滴个牵我手，即个老阿同就要离开啊，我都唔买假安尼啊，他即么下，我今仔跳都跳，去我身边。抓你落雨，哦，我都落去真只土不过，落去真只大。因咩哦？咱滴叫分做迄，去来去就，阿你过来你家，哦，好你遐有呢，哦，你啊。
较早做囡仔，像阮这迄条鹅啊啦、鸡啊啦、鸭啦，许个安尼啦，啊那看到菜拢会安尼记安尼比安尼比安尼，我想伊菜菜拢安尼比安尼比安尼，我煞等伊会搞无嘛，唔知。我想我前世人生啊，还生到这阿爷看话，啊，第二个不生话有条件无？较生查甫，人生四个查甫，啊，还要大五个。啊，就讲啊好啦，嫁袂出嘛无要紧。咱有食到咱若老吼，啊，或者会大，因大兄小弟去食过，唔头我大，我无意外个，哼，就真弱咯，人就对咯。我也无去个，袂晓讲个，我弱来啊。但先是我伫捡，啊！伊即马伊来看见啊，就甲我讲，讲我安尼，啊人会安尼，啊，会甲搭钱就是钱啦，啊有会我食饭咧，讲叫我伫卖，我捡伫卖啦，吼啊！甲讲人会安尼服我咧，叫我卖捡安尼啦，啊我讲唔是啦，我伫捡要捡拜拜，安尼伊就知影，我甲讲要拜拜。伊即摆伊也着将我累捡安尼啊，拢搭厝啊，吼，基本拢搭厝，拢伊伫载啊，对啊。嗯。过来捡，因为那个热的要死，他也会出去啊。就是冬天很冷，他就是固定那个时间，他固定他说十二点几号就要出去。反正他有空啊，他就自己整理啊，自己分类啊，他再带到那个阿嬷那边去。即比讲，因遐个拢会摕来食互伊啦，含遐拢会，哎，拢原来会载起啦，拢会甲载起。迄阵啊，警察袂晓讲个，正巧，啊，迄个囡仔，吼，迄个玻璃囡仔，迄个，迄种更加好滴，就煞摕来。那我巧咧呢，吼，吼，不掉得来，拢会载款过来。啊！若来着，就甲探看我有伫哩，来甲看看下。我计母仔囝大家安尼做。可是我觉得他做这个，我看到觉得他做这个吼，可以做被子啦、衣服啦，可以帮助一些，比如说那边有灾难什么的，他都说这样很好。他据说吼，他心里很开心啦，就觉得很开心啦。哦吼。你看，拢去甲表载来，吼，拢，吼，即摆伊要搁载去啊，吼。那我连哦，伊啊真啊真爱心，现在八年级你看也无看。免烦恼啊，拢出外去啊！无骗囡仔啊，从啊吼就自己走到巷厝、大排街，啊个东山，啊个遐毋知对白河。啊，若熟悉，甲等者；啊，若无，我就甲载袂了，甲放哩。啊，再过再等，再过去载，安尼拢安尼。我讲，啊，你外后生，你捡迄恁囝做无面做？我袂啦，我也无得卖啊。我伫学煮食啊，我去学煮食，我也袂去卖啊。阿妹，来，好，行好，我后边有人在对后边了。有你我快行，我去打。嗯。出去做环保快乐吗？车徛咧，啊，四界佚佗，四界遐，啊，捡一环保，凉水凉水，看外久啊，我好兴趣。啊，也免拣无头路做，安尼有这条头，有这条工课通做。好来哟！打你呀！打你呀！
啊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这里是90年成立的嘛，哈啊，当然做的时候盖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身体还很虚弱嘛，啊，我妈妈来甲顾啦，啊，听着人在讲吼，咱要找地啦，哦，我妈妈就讲，遮有5分地嘛，吼啊啊，就是讲看要偌大地私人用啊，形成一个环保站啊，哎，就做到现在啊。这样较多买较少呀，头我忘记做安尼。我知啊，我知。嗯，好，安尼啦。所以我妈妈回来这边是我报答妈妈，真的啦，所以我也是很愿意妈妈回来住在我这里。正啊，自己是认为这样我比较没有愧对我妈妈这么疼爱我，这么照顾我，这个也是报答之一啦，那接引我妈妈来慈济也是报答她养育之恩啊。一冬就卖拢一个七个月。啊，那前晚讲的门口7月15，我只囝媳妇拢介食粽，我若放哦，你想讲遐若回来吼，拜拜拢嘛关关去，囝媳妇啊、侄仔拢介拢袂。回来去做，这囝嘛，人家讲，你都，好，你都忙做到心忝。我甲讲，这你免烦恼，你放心，我顾好，那是顾着你，唔免，互恁出外去探家，唔免互恁，互恁的烦恼我，啊，互恁当个的照顾我。安尼，我就放心做环保啊。家己照顾家己，照顾好。Thank you.